这个世界善恶悖乱，是非不分，仁慈怜悯之心荡然无存。人类不遵从法纪规范，国家不再是井井有条。创造世界的真神感到愤怒与失望，他决定降下灾祸，消灭掉所有人类。幸亏十二主神极力劝阻，人类才幸免于难。该由十二主神的辖区推派代表进行试炼，胜者才有资格存活下来。你真的要去吗？嗯，我会拿到方舟监狱的。现在请十二主神的代表上台。游戏开始。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终于找到方舟真理。原来是你。